今天开的开箱，因为我着急要去办事，但是箱子到了，先开了。这是单号的。咬了没有？怎么又是400啊？我醉了。活着活着。哎，现在这期间怎么他们不放加热包啊？醉了，先把这个解开啊。等会儿。用丝袜打包确实是省事，但是不能又不能锁开的扣子很烦，因为我还要用来发蛇。这感觉木屑放的有点少，我们回去给它规整一下。还行，是一条直线，但是有点断纹，还可以吧。先这样，先这样。好好好好，我们回来了啊！结果这条蛇被那个宠物老板看上了，他说他有东西想买，感觉我也不是什么好人啊，正人君子也不是啊。然后我们楼下有个东西在用，这个正常用的应该是什么？它听表能设置昼夜温差，还有具体时间，现在是5:43，它记得很准。然后现在是25.9，然后给它设置是白天温，它应该在这儿才对。它白天温度是27，晚上29。对，它在学习，我们像在嘚瑟啊。然后这条蛇我们现在放在这盒里，加了点水，给它先撑个住吧。出了我也得知道它多大，是吧？它如果个头太大了，我他妈就不卖了，就是涨价了，是吧？我手上冰冰的，9.6，它也很冰啊，9.6可能挺好。公母我忘了，不过人家也不是。用来养来那啥的，哎，对，别动别动，我手上冰啊，别冻着你，来，进来行。我们找个空盒，找一个暖和的，先让它暖和一会儿。这条个挺大的，给它放别的地儿，先闷一会儿。行，这盒是空的，可以用它啊。来，你先进去嘚瑟一会儿，这层没有加热垫，对，有的层没有加，对，暂时没放，因为我们现在才要做加热垫，是吧？来，你，让你先暖和一会儿，是吧？这条直线没有特别的准啊，所以这个我才想着这个把它换掉，带宝宝取取暖啊。其实呢，你们认识的很多养蛇的，它不一定不卖，真的。但是我比较老实，我卖的就是卖的，反正这个是有拍卖会拍的。然后呢，我是像有的，除非是天气暖和，一滴我还卖。现在这季节我都不想发货了。这个人我在宁德，他在福鼎啊，我在宁德这路，他在福鼎。发大巴贵一点，但是呢。发过去半个小时就到了，半个小时之后就是我发货时直接他就可以去车站等来了。温控我们今天把那个替换下来了，重新包装好了，可以拿来卖掉。然后这个温控我也要陆续换掉，这种温控都换掉，都换成这种啊，不是它不好用，而是因为智能温控更香啊，只是贵啊，所以我自己组。这几张我看看啊，4张。哎，加点不够啊，他给我发了几根线，因为我有些坏的加点，就这张。啊，绝缘胶布都给我准备好了，我拿出来看看。绝缘胶布我也有，他既然给了，不用白不用。正常来说要在这边打孔，然后在这边凸爪一块。啊，先剪成这样，然后我们来打孔。搞定啊，可以，留坯啊，留坯。做完一边了啊，我就把它钉在上面，然后该接这边。啊，我们先不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我们不好做，这个太费劲了。然后我们这两边都接上了，是吧？我们先按照图片里，哦，这个已经包好了，给它封那个胶带啊，就不给你们看了啊，直接给你们看最好的就行。我刚才出去一趟回来了啊，这个接好了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最后再拿胶带把它封上，先不封了。就是、我刚才因为刚好帮人去，那条蛇我记得我说我给出了是吧？去人家那白嫖了个笼子啊，不是白拿的，对。是借的，对，你还得还人家呢。刚好就是解他们手，顺便喂一下。怎么一点都不凉，一点都不热呢？啊？你这刀不吃，我忘了。这儿你们都吃过了，我记得。看看，这再喂一次吧。你给个宝贝，你给个面子好不好？给你个面啊，让我别那么丢人。来，放这儿啊。这条道我这就没吃过饭，气死了。其他三只都吃了。这条刚到，才4颗，你看，
27号吃的，27号今儿30号，29号，29号不喂，干嘛呢？哎，可以喂了。来吧，来吃饭。还在蜕皮呢，废物。哎呦，你太可爱了你。绕柱走是吧？给他试跟这个，我就这他吃一下。我就这他吃了下，还吃不吃？我靠，可以啊！倒霉玩意儿，给他们吃如鼠有点浪费，30克了你还不能吃这个，真的太废物了啊！倒霉玩意儿，明儿再说啊。放门口了要不？吃不吃一目了然是吧？然后来，嗯，给你们这都得吃大的啊，来。吃大个的够吗？我靠，这条可以吃得结实了，我觉得特别屌啊！干啥呢？又掉了一会儿。嘿嘿嘿，哎，它张嘴了。姐，牛逼！废物真是，可以可以的啊！我养了条会结实的蛇，我太厉害了！赶紧吧，会不会结啊？这小鼠跟你们都没有挑战性，来吃一个！混蛋！来吃吧你，吃这个小。来，张嘴啊！真是服了你了。我现在真的热衷一个一个给他们结实，来训练这个，来。接着来。哇，可漂亮。德行，你吃的太开心了吧你？大哥，真香，来一口老弟。嘚瑟啥呢？吓我一跳！怂货，来进去。这条尾巴受伤了，进去。嗯，吃完了，完美，帅。嘿嘿，给黑王，来黑王，你们俩。黑王感觉他们俩可以吃那么大的了呀，真的吃不下，真的是废物。还想吃是不是？给你来一个，来。兄弟，上来，宝贝儿，啊，来，太棒了你！哎呦，真乖呀！这些小东西来吃。我靠，这条最重，尝尝。嘿嘿嘿。头都给撑大了，来吃饭了。你想干啥啊？说说你想干啥？又饿了。吃肉肉来，太乖了这只。你们都跟人学习学习啊！你看我这一星期损耗多少鼠，都是因为你们不吃，穷臭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叫扑扑扑扑扑！啊，你说是不是？看你们，从这儿了啊！哎呦，你看他蹬，我慢点。
哎，这条我太爱它了，真的太乖了。这条吃三个够了吧？啊，你就别打脸。还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，找点小螃蟹了吧？啊，哎，对对对对，你那天没吃饱是吧？对不起啊，拔河来吃这个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来，够了够了。哎，啥呢？行，得了，挺好。你还要吃？这俩倒霉玩意儿想啥呢？啊？这条吃过，哎，一下就胖了好多，真舒服啊！这食量像如鼠，是神，这俩如鼠给你吃太浪费了，他妈跟吃屁一样！你看我干嘛啊？没了没了！对对对，你忘了，宝贝儿，你这臭毛病我可不惯着你啊！这俩放着爱吃不吃好吗？我可把这都塞进去，这抽屉得反了。每次都要我把腻子摁在这儿，把它蹭着过去。哎，完了，这也进不去。行，过去了，费劲的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到此为止了啊。是想给你们做那个啥视频的，后来发现没啥必要，是吧？哎，过两天我再装胶垫吧，行吧？这两天先用这个救护就好啊。我们这期视频就到此为止吧。各位，下期再见。如果你喜欢的视频，欢迎点个收藏，不必关注。这边是我的同事，这边是我的。